校长吴安，我是校园史记者陈瑞林，我想访问你啊。好啊，瑞林你好。校长，陈南昌举办了滚轴溜冰起串班几耐啊？啊，等我稍想一想先啊。我哋自从2014年开始咧，就举办呢个滚轴溜冰兴趣班噶啦。至今咧剛剛十年，我哋仲喺2020年嘅前後咧就獲得咧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喎，我哋咧成功申辦咗一個叫做齊齊來溜冰嘅項目。啊，咁而家今年開始啊嚇，喺2023-2024學年開始咧，我哋更加咧喺跨學科咧引入咧單線滾軸溜冰嘅項目。你睇大家玩得幾開心？你覺得滾軸溜冰幫唔幫到同學仔發展啊？哦，單線滾軸溜冰咧，除咗能夠幫學生咧建立咧健康嘅生活方式之外咧，仲能夠有好多方面幫到同學仔發展嘅喎。單線滾軸溜冰咧，可以幫到學生咧好多方面嘅。第一，有助提升學生嘅運動能力同埋心肺耐力，提高學生嘅身體整體嘅健康嘅水平。第二方面咧，可以提高學生嘅自信心。当学生慢慢咁掌握个技巧，并又能够喺滑行中保持平衡之后咧，啊呢种成功感同埋自信心咧就会提升噶啦，有助学生咧喺生活嘅其他方面咧能够更加积极同埋自信。啊，第三方面咧有关专注力啦，单线滚轴溜冰咧需要学生集中注意力噶，以掌握当中嘅技巧同埋适应变化嘅环境嘅，所以透过单线滚轴溜冰咧，学生可以培养专注力，学会面对困难时嘅持续努力同埋克服挑战。啊，最后啦，就有关前庭感啦。前庭感咧系一种位于内耳嘅一个感觉器官嚟嘅，负责感知身体嘅平衡同埋空间定位。啊，单线滚轴溜冰咧就需要学生保持身体平衡，避免跌倒啦。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动作和转向，透过单线滚轴溜冰的训练，学生的前庭感知和空间定位能力就得到刺激和发展了。纵言之，我觉得单线滚轴溜冰能够让同学学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多谢阿瑞林，多谢你接受访问，不用客气。教练吴安，我是校园史记者陈瑞林，我想访问你啊。好啊，冇问题。林林你好啊。教练，单线滚轴溜冰是怎样的运动啊？单线滚轴溜冰咧系一个讲求身体协调力啦，同埋咧系平衡的运动嚟嘅。咁如果咧系玩得叻咧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嗰个心肺啊嗰个功能嘅。滚轴溜冰适合几多岁开始啊？我教過最小咧，有啲4-5歲嘅同學都玩到，咁啊大咧有啲大朋友家長咧，爹哋媽咪都玩到嘅喎。咁其實咧就冇話最細最大嘅，咁啊最緊要咧玩之前咧要帶好曬保護裝備，好似出面啲同學咁樣有保護裝備咧，識一跌就冇問題噶啦。滾軸溜冰對同學仔有咩好處啊？嗱，咁啊首先咧係對個信心啦，咁啊可以增強個自信心啦，咁因為咧單線滾軸溜冰都一個幾難嘅一個運動項目嚟嘅，如果要掌握得好嘅話咧，咁啊所以咧如果練得到嘅話咧，持之以恆去練習咧就可以練到個信心啦。咁另外咧練嗰個體能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提升嘅，咁因為咧Wola 呢個項目咧係一個咧帶氧運動啊，咁啊持續練習咧就可以練到一個心肺功能嘅。多謝你接受訪問，客氣啦。加油！
腳啦，彎左腳，彎左腳啦，兄弟。我是校园史记者陈瑞能，我想访问你啊。好啊，你想访问我乜嘢啊？杨子玲妈咪，你觉得滚轴溜冰呢个运动可唔好啊？好好啊。你觉得滚轴溜冰帮唔帮到杨子玲发展啊？帮到杨子玲发展啊，令佢可以活泼啲、外向啲、身体健康啲。你会唔会同子玲继续参加滚轴溜冰啊？会啊。多谢你接受访问。系啦，好。子玲，唔安啊！我是校园史记者陈瑞能，我想访问你啊。好。你玩滚轴溜冰几耐啊？1、2、3。你玩滚轴溜冰开唔开心啊？开心。点解呀？因为身体健康。多谢你接受访问。唔使客气。